第六題咧個圖形本身係一個梯形，佢仲要係一個特別嘅梯形嚟嘅，嚇係一個直角梯形啦，嚇咁所以咧你要記住嘅係個處理方法，嚇你個做法啱噶啦，就畫咗一個長方形出嚟，就叫做你自己作條邊啦，就叫 CE， 就垂直嘅，咁所以 CE 都係13咁高嘅，嚇咁就你個 BE 係5。嗱，呢度啱啦。咁 tangent theta 13 over 5啱啦，嚇。好。但你知唔知第六題你有啲乜嘢問題？唔係好知啊。咦？係喎。嗱嗱，冇屈你噶，你真系冇写噶，系。O K， 嗱，你真系冇。O K， 吓，真系一定足嘅，一定足嘅。好啊，同埋咧，惯性问你嘅两个问题啦。问题一就系呢一份练习有几多，有冇问爹哋嘅？有啲唔识，净系问咗三条。问咗三条系咪？吓，咁一阵间如果讲到嘅话，你都提翻我系边三条啦。咁等我知道。哦，好好。好，我有啲好似系，有啲好似印象中系未教嘅咯。啊，系啦，其实咧，你眼中可能有几题未教嘅，但系咧得一题，得一题，你应该比较唔识做嘅啫。系啊。吓，应该得一题你比较唔识做，咁嗰度咧就系 area and volume 嘅，属于。系系。咁但系又系咪肯定唔识做咧？其实又唔系喎。好，一阵间我哋讲到再讲啦。我想问 7A 嗰两个答案有冇单位嘅？应该冇。应该冇。好，嗱，我想问，咁下边嘅呢一个呢一忽咧，应该系 part B 噶嘛？嗯。哦 ，OK。所以你系左右两边揾面积。系系。OK。嗯 ，OK， 得。而最后嘅呢一度咧 ，the whole area， 我谂你呢度改翻咧 ，area of triangle ABC 就好少少。OK， 好。你个意思当然系咁啦，你个意思当然系咁啦。咁但系我谂最好，因为人哋问你嘅系 the area of triangle ABC。就唔係問你 the area of the figure 或者係咯 the area of shaded region 咁，咁所以有翻呢一個字眼喺度就好少少，嚇都係啲好 minor 嘅嘢嚟嘅。OK。嚇，你等陣先啊，之後第九，應該唔算難啦，係咪？嗯，呢題 OK 嘅。如果今個星期嘅練習咧？個星期啊，我會話某部分就要諗下咯，嚇，即係可能一兩題咁，係，同埋我因為我呢排都唔係話好温數學，因為我有個 UT 係考中英數同埋仲有 Force Science 咁樣，即係範圍都比較多，所以温第二啲先。嗯哼嗯哼，好，嗱第九題。數科學就有個 UT 係。兩個禮拜之後咯。嚇啊！同埋未有範圍噶嗎？啊，唔係應該有嘅。我印象中係chapter 7，跟住 chapter 10同埋 chapter 11嘅去到佢嘅 unit 5咁咯。即係即係點五。係。嚇嗱，我諗呢三課咧。你落堂後，你影翻嗰個嗰款分拆嗰個 cover 俾我睇。即係嗰個 application of try 嘅 ratio 先嗰啲。嚇，係咯，呢三課你課後影翻個封面俾我睇睇。OK。好 ，OK。嗱，第九題，我剔咗前邊，就唔好剔後邊。好其實咧個原因係咩咧？
其實你呢兩個答呢兩個咧，唔係答案嚟嘅。人哋冇問你 AD 同 BC 係幾長，咁即係點啊？其實呢度你會寫多幾個位嘅。5個位啊？通常係5個 DP 啦。個原因係因為呢啲嘅邊長，轉頭我哋可能愛嚟做加減乘除嘅。三個有效數字，講嘅係個答案。如果你計算中途，你唔攞長少少嘅數字，你到最尾個答案可能會有誤差嘅。好啦，麻烦你读一读个题目嘅呢一句俾我听听。Find the perimeter of ABCD。麻烦你同我讲你计咗啲乜嘢？咦，我对 area。你计 area 喎，咁所以就系错咗啦，咁所以就系错咗。不过你嗱，当然系因为你一开头你心目中谂住要计嘅嘢就系 area 而唔系 perimeter 啦。好啦，咁我哋唔緊要，我哋睇翻 perimeter 係周界啦，嗬。咁所以咧，你計到呢一度咧，你係爭呢兩條邊係未知道嘅，同我講呢兩條邊可以點揾？嗰個 triangle ACD 入邊就用嗰個 Pythagoras theorem。Pythagoras 嗱，其實 Pythagoras 咧，我覺得就定可系，能會冇咁好。定系用嗰个 angle 做嗰个叫咩？三個 triangle，套餐係嗱，原來個 CD 咧應該係12 over cosine 35度，OK。而個 AB 咧就會係12 over cosine 25度。啊，同埋我想問你，而家你有冇改噶？即系点啊？即係而家，譬如你有問題嘅地方，你會唔會一路有改正？暂时冇嘅。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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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嗱，咁所以呢個答案啊，呢條數嘅答案應該係圖裏邊嘅呢4個手寫嘅數字，撳機相加嘅，因為佢要計嘅 parameter 咁而呢一個咧係一個四邊形，呢一個係一個四邊形，四邊形嘅英文知唔知係咩啊？Quadrilateral。係啦，quadrilateral 咁如果撳機咧，再 round off 咧，個答案係41.9三個 significant figures，有冇單位？應該係 cm。cm 係啦，因為係 perimeter 周界長度嚟嘅，長度嚟嘅，咁所以就會係 cm 啦。好，第十題。同埋，我想問你學校教到邊啊？我学校教到去睇下先，因为啲课出咗几多，咦？喂，教到去叫 basic knowledge of嗰個字嘅 identity 啫，即係有一個，Basic identities in trigonometry，可唔可以是但講一條嚟聽聽啊？嗰啲 identities，好，等先，不過係教緊嗰一個 unit 就唔教晒。教到去，即係類似係 one over 一加先。再加one over 一减先系几多啲？哦，你呢個係講緊嗰個叫做題目啫，即係一啲練習嘅題目。你係咪教咗 sin square 加 cosine square 等於一啊？系教紧咯。同埋係咪教咗 tangent theta 等於 sin square sin theta of a 咦，cosine 原 square？来唔啊唔系，原来唔系最后一个，原来呢个尾二个课啫。咁即即係你。系呢个应该系 using Pythagoras theorem to find triangle
trigonometric ratios 嗰啲咯。咁你而家教緊 identities？ 係，係。咁但係咪應該呢兩個咯？係啊，教緊啦就應該。哦，教緊呢兩個係咪？但係都使唔使考㗎？應該唔使嘅 ，UT 嘅考試就難講。嚇！即係呢度已經係11:05打後㗎啦。係啊，係啊。所以呢個就唔係 UT 嘅範圍嚟嘅。唔係，去到11:05啫。我遲啲可以 send 俾你睇嘅。OK。個 UT。咁所以我哋做練習功課嚟講咧，已經 cover 曬你 UT 嘅範圍。是啊，嗬 ，OK， 好，嗱，睇下第十題。題目我 highlight 咗嘅地方 ，give the answers in short form。而我 highlight 咗你個答題裏邊嘅呢一步，其實你唔應該撳計數機嘅，你應該呢一度咧係寫個 root five 喺度嘅。因为他的题目要求你的答案应该是 in short form， 即是有开方根的地方你不按计数机就这样写回个开方根在这里。OK,OK、okay, okay. okay, 好了，所以你的图里面那个 BC 呢应该你是写开方五的。OK, okay. 而个 A part 呢，而個 A part 可以我哋揾嘅 cosine theta 嚇，咁你條式其實正確嘅，只不過咧你應該答嘅咧係開方五 over 三。嗯。OK。好啦，而你個 B part 亦都係啦，即係唔應該係代個小數2.24落去嗰、那個BC 嗰度，你答嘅咧應該係cosine square theta， 即係剛剛你個 root five over three 嘅 square 嚇，再 divide by 個 tangent， 即係二 over 開方五。好嚇，你可唔可以試下做呢一個嘅化簡俾我睇睇啊？哦，好，等陣先，我寫落去。化簡的意思呢，如果你按到計數機呢我都不介意的。啊？哦，因為我在用人手計。OK。我計完之後係而家叫咩咧？五 root 五跟住 over 十八。五 root 五 over 十八 ，OK， 嗱，正確啊，非常好。啊，同埋頭先咧，我係話啊，如果你撳到計數機咧，我都唔介意嘅。嚇，咩嘅意思係咩咧？其實你哋係未必撳到計數機嘅。哦，係有陣可以撳，我係有陣可以撳唔到啊。即係你撳計數機之後，會出個爛數俾你嘅。佢會出個爛數俾你㗎，又唔會即係入 program 咁樣。唔係 program 嘅，即係。係，我依家撳佢出完之後，個數一點幾。一點幾啊？未必啱喎。一點幾你可能撳錯機嘅啫。即係其實你撳機嘅時間咧，有啲地方有啲呢條式裏邊有啲地方你係撳嘅，但係同樣有啲地方你係唔撳嘅。最尾個 root five 我哋係唔撳嘅，其實係。好，你等等先嚇，我睇下。好，係咪第十一題問個 daddy 啊？第十一定係唔係啊？呢個我自己計。呢個自己計，好啦。第十一條佢個題目，又或者咁講啦，你個做法你佢個揾 A B 啊嘛，咁所以你喺個三角形裏邊咧，
你用 Pythagoras theorem 是很正確的，是很正確的。但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在一個三角形 ABC 裡面，哪一條邊是個 edge？ Hypotenuse。AC。不然不是啦。啊、你見不見到我 mark 住哪一隻是直角？是的，是的，是的。以 AB 應該。AB 才是個 edge。咁所以你用 Pythagoras 是正確，但是加嚟嘅。啊啊！咦？咦？咁計數嘅？好。53。啊，靚嘅呢個數，呢個數係靚嘅。啊，嗱，小心啊！好。然之後，阿 Tony 咧，佢就話啦，嚇 ，area of region one 咧就相等於 region two 同 region three 嘅相加。好啦，咁所以呢度我哋要做過，嗯，我想問 region A one two three 其實係咩形狀？半個圓形。嚇，即係 semicircle 啦，係咪？係。semicircle。Semicircle 的面積點解？我就係懷疑我應該即係成個圓形的 area 除啩。嚇、啊！咁我想問成個圓形點解？面積我唔知點解，我覺得好似計嘅周界多啲咯，應該直情係。其實係嘅，嗱，應該係 pi r square 再除二或者乘二分之一啦嘛。但係你呢度計啦。你譬如呢一度計，我其實你計緊啲咩咧？你計緊派 D 啊，派 D 嘅一半。D 係 diameter。啊？個 D 係 diameter。哦哦。嚇，個 D 係 diameter。嗱，咁其實咧呢一條咧，呢一條係窄界，窄界你係未學嘅。我想問本身圓形嘅面積你知唔知啊？是应该不知道。圆形面积公式不识。不识。好。为什么我说窄界呢？因为。后面下低那一题呢，即是13题我都是问阿爸的。其实圆形面积呢是 pi r square。好。为什么我窄界未教呢？因为有些学校是小学已经教了。啊。是啊。好。你说不是我未教。其實今年會教嘅。哦，好。嚇 ，form two 會教嚇。O K。咁啊，所以呢度你係有問題嘅嚇。咁不過我諗11、13啦嚇，甚至乎仲有一條你我哋再講。我諗我哋11、13我哋唔睇啦，好冇？嗯。咦？咁但係嗰12去邊啊？哦，12係咪呢度？啊，12喺呢度。係啊，係。好。十二就係、是，我覺得應該啱曬嘅。係嘛？係咪應該啱曬啊？應該係。應該係，係啦，唔敢講到咁確切確實啦。睇呢度。咦？咁所以咧，所以就算你啲式係啱，你個答案都唔啱嘅。都係開方41。不是221。咦啊，不是，我是看了下低那个。哦 ,OK。FE, 是啦，是开方41。OK。而你说个 BE 是个 7, 没问题啊。个 AB 是个 15, 没问题啊。好啦，咁所以那个 AE, 嗱咁起碼今天我們在看的功課呢，其實你的問題就是人家叫你給shot啦，你就按機。測驗考試你都會遇到這個問題。你都會遇到這個問題。還有單位啦，這個就是你有寫的，我沒有寫啫。我一寫回去啦。好，他問你，他是不是，即是 B part， 他問你他是不是一個 right angle triangle。你的做法是 OK， 你的做法 OK， 但是因為你
本身 A part 你攞啲少數啦，咁所以就恐防會有啲 error 啦。不過似乎就冇嘅。嗱，你個 presentation OK 嘅，你個 presentation OK， 即係正確嘅。其實咧，你用緊嘅，你嘗試用緊嘅係一個 converse of Pythagoras。係啊。咁好多時候。不過我哋學校應該唔使嗰句。聽唔清楚？我哋學校應該唔使寫嗰句咯。嚇，要調翻轉你學校咧，我睇你上次個 quiz 咧，如果係 converse of Pythagoras 咧，你哋係要寫嘅。係咩？如果直係，如果直接用 Pythagoras theorem 揾邊長咧，就唔使寫嘅。好，好啦，嗱，即係你個 presentation 係 OK 嘅 ，perfect 嘅，嚇，咁因為呢一度咧係好多同學會寫唔足嘅，咁不過你呢度咧啊完全 OK 噶啦 ，OK， 嚇，冇問題啦。十三我哋唔講啦，之後就應該去到十五嘅。你等先啊，系啦，嗱之後就去到十五嘅，咁但系十五咧，如果你話比頭先十一同十三咧，其實你更加接近係教咗嘅，嚇。雖然正統地教咧，其實係今年嘅 Area and Volume Two 嚇，咁不過咧 ，cylinder 其實係咩形狀啊？即係。圓柱，佢係柱體定錐體？柱體。係啊，有咩你叫圓柱嘅柱體啦？係。你 Form One 已經教咗柱體嘅體積嘅。係，即係嗰個叫咩咧？係咪咧？乜嘢？係咪嗰個即係佢柱體本身嗰個叫咩面咧？再乘翻佢嗰個 base 啊，係 base 乘翻嗰個 height。係啦 ，base times height 嚇。咁所以原來逢親 prism 喺呢度有記錯，我計咗嗰個周界數。嗯，係啦。咁而你圓周嗱，圓周肯定係小學學過噶啦。圓周小學係學咗噶嘛，係嘛？是啊是啊，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其實我知道的。OK， 好，那就會是這樣。不過也看一看你寫了的東西先，你寫了的東西。這裡對了，最多我是說我不喜歡你按計算機而已。嗯。AD， 對了，好。那你的 A， 嗯，所以 A part OK 了。然之後其實咧就係講佢點接啊嘛，佢點樣roll 個即係或者係 throw 啦 ，throw 個一個 cylinder 出嚟啊嘛，咁就揾呢兩個唔同嘅接法，分別嗰個 cylinder 嗰個 volume， 咁即係呢一個，哦，不過嗰個叫做base area 嗰個大大 A 你未識計係咪？是好了 我想问仲记唔记得刚才我讲这个 D 是什么这个 diameter 是啦即是半径 diameter 半径还是直径我不记得 diameter 和 radio 我们是啦这个是直径直径其实就是这样的其實你都讀到嗰兩個字啦，咁你估咧？呢個係diameter 係直徑咯。diameter 係直徑 ，radius 係半徑。哦 ，radius。radius， 你啱啱係咪讀 radar 啊？係啊，讀錯咗，唔記得點讀邊位。我唔記得係點寫。我唔知你咪讀錯啦。radius 咧 ，radius 係一條半徑。係啊，係啊。而 radar 是多過一條直的半徑，是啊是啊，眾數的意思，所以我又未必會說你是錯的，即是，看看你想說的是一個還是多過一個，
低收入太，OK， 你同普遍同學一樣啦，你淨係會俾個 A B D 我啦，係咪？啊，意思話係冇步驟啦，其實。因為 MC 啊嘛，係咯 MC 啊嘛，你都係睇 A B C D 圈，即係tick 嘅啫咁。係。十七唔講啦。因為嗰個係我唔識嘅。即係你可以睇成為係未教咯。好。如果下次有咁嘅情況，你可以喺即係平日嘅時間同我講一講。哦，好啊。即係等我可以俾。啊、但係我想問呢一度咧，呢一個你有冇印象係我俾過你？未揾。呢個應該冇喎。真係㗎？係啊。我會唔會有陣時咁奇怪？有呢、這個咪係咯。嚇、啊？呢個咪係咯。右邊啊？有你有做哦哦，你講右邊嗰個啊？唔係，我講左邊嗰個題目，你有冇做？哦哦，嗰、那個呢、這個呀、啊？有左右邊咪呢個有啩？係咯，我以為你講緊我左右手邊嗰、那個。哦 ，OK， 好嗱，一 A 嗰個錯處，你好似係呢份功課第一次犯呢個錯。嗯、你看翻你个答案，你睇翻你个答案。知唔知咩问题？咦？咩问题？系喎，系咪即系嗰应该？ten over AC 啊，系啊，上下调转咗啊。咁你系未试过嘅，今日冇试过，即系呢份工作。O K。好千奇百怪嘅一啲错啊。同埋其实咧，你啊揿完个答案出嚟咧，你都应该觉得系唔啱嘅。吓？系啊。原因系咧，你。A part 計的 AC 嘛，是啊，而 AC 是左邊那個直角三角形的斜邊嘛，嗯， suppose 應該最長的，是啊，所以就不會是 5.74 咯，哦，咦，是啊，它必定比10為長的嘛，是啊，啊，那所以起碼你不會看到 14.7 是啱，但起碼你會看到 5.74 是錯。好。好，所以就令到個 B part 都錯㗎啦。不過好彩嘅咧，你 B part 條式係啱嘅，除咗個數字之外。Okay. 但都會扣分。都會扣分嘅，因為個分子你係錯嘅。嗯哼。好，不過呢個就冇咁大罪啦。即係起碼你個 B part 冇錯同樣嘅嘢先啦，咁所以個 X 咧，呢度你個答案啊，你寫嘅答案雖然數值上係錯，但唔該你睇一睇。咦？你又爭個圈圈喎、啊。OK。嚇！亦都係你真係冇寫嘅喎、啊。好。係咯，奇怪喎。OK， 譬如你中一咧，你哋咪有嗰啲咩parallel lines 啊，咁嗰啲，然之後啊揾角度嗰啲嘅，係啊。咁嗰陣時你係咪成日會寫漏個圈圈㗎？我又覺得唔係，不過漏單位呢樣嘢就真係有定會有咯。嚇、啊，係咯，留意啊，因為你今次你多睇下先，今次都多係有單位，係咯，係咯，所以上次多啲，係咯，好，
你要揾 A C， 兜咗个圈喎、啊。第二题，第二题你兜咗个圈。嗱、本身咧你嗱，我画大少少个图形咯，我只系画一半，哦、我只系画一半。你作咗个 A B E 三角形出嚟啊嘛？系啊。直角嘅 B E 系十一。呢一隻角 B 是75度，其實我們不需要找 AE 的、啊、你看看咦咦咦是喔、哦、可以怎麼找、啊就是找到 AB 就是 AC、啊是啦，咁點揾 A B 啊？用嗰個 cosine。用 cosine 咯，即係 cosine 七十五度等於十一 over A B， 咁咪好直接了當地 A B 咪等於十一 over cosine 七十五度。咁、我咁樣會唔會扣分嘅？嗱、唔會扣分嘅，唔會扣分嘅嚇。咁我答案就係42.5啦，你個答案係啱嘅。好，所以剛才我沒有說你錯，我說你兜了個圈，即是你的答案是對的，有單位啦， degree of accuracy 正確啦，所以是對的，不過就不是最快啦，是OK的，即是計到先咯，你計到了，我們才會說，可以快一點，這樣的意思。好。好。第三 A 你圈住咗，原因係點咧？因為我即係其實呢題係阿爸教我嘅，不過我唔係好知點解AM 等於 BM 咯，我唔明咯。哦 ，OK， 因為題目裏面有個字眼，係我唔係好知講乜。Median 啊 ，median 其實講嘅係中線啊。啊！哦，嗱，呢一個咧，因為呢個係練習嚟噶嘛，係練習嚟嘅，咁所以點啊？其實係 open book 嘅。即係點啊？其實我好鼓勵你哋咧，如果有譬如你做嘅時間，有啲唔係好清楚喎，其實你可以問我啦。某啲字眼唔清楚喎，或者啊，其實教咗未㗎？係咪出錯咗啊？你可以問我啦。又或者、okay. 有些公式我不是很 sure 的，那怎麼辦呢？抄書咯。好好、這個我完全不介意的， 在你們做練習的時間。好了，如果你解決了 AM 等於 BM 之後，那這條數你懂不懂做？好一點啦、解決了這個問題，找即你在那個 triangle BCM 那裡，你找到個 BM 是多少，就等於先要找什麼的、就找到 AM 咯。是啦，所以我們就可以在最大的三角形 ABC 那裡就找到角 C。 即是我說的是 part B， 其實是即是你覺得沒錯啦。如果、你解決了AM 等於 BM 之後，你在小的三角形 BCM 你找到 BM， 那 so as 你找到 AM， 意思你在最大的三角形 ABC 裡面其實你知道 AB 的，是啊，就是兩倍剛才你 part AM 的答案，是啊，那之後就你找到角 C，亦即是你答題裏面的40加 theta， 亦都冇咗圈圈啊？咦？step 裏面，而家答案又出翻嚟啊個圈圈，係咯，即係你當佢係青春痘咁樣啦，一時又出嚟，一時又唔出嚟啦，係咪 ？OK， 好，之後第四題。第四題在哪邊呢？你看看先啊。
其實我想問咧，sin cosine tangent 呢樣嘢點計嘅？即係好似一定要撳 Ctrl 機，但係用人手計又唔到，有啲怪。用人手計係計唔到嘅。嚇？sin cosine tangent 嗱，因為其實咧你下年 form three 咧，聽唔到？我連佢呢三嚿係啲咩都唔知道。我就知道應該係計，即係正一應該係一啲直角三角形某啲公式嗰啲角度係指定咗。其實佢開始嘅時間係嘅，佢開始嘅時間咧係直角三角形裏邊嘅考慮。啊，咁但係慢慢發展咧，啊，去到你中去高中嘅時間咧，你就 cycle side tangent 已經唔係限於喺直角三角形裏邊嘅。高中嘅時間。Okay.咁至於你問係咩嚟啊？可唔可以用手計啊？我話你聽，有一啲我哋可以用手計，但係就唔容易，亦都係高中裏邊嘅 M2 先會學嘅。我最近就學咗一啲咧，就係即係叫咩三十度、40度同埋60度嗰啲 sin cosine tangent 要記少少嘢。係學校啊？係啊。哦、oh, ，OK， 係啦，我都話，即係類似唔知30嘅 sin， 唔知45嘅 sin 係等於。但係呢度係咪都係唔使考嘅？呢啲應該 UT 唔使考試就唔知咯。OK， 嗱，但係你啱啱我唔知我聽錯定係你講錯啦，其實係30度、45度同埋60度。係啊係啊。嚇，45 ，OK， 嚇，咁其實呢個係要記嘅，好易記嘅啫，同埋唔使記㗎。啊！唔使記嘅意思啦，哎呀唔得，我真係記唔到啊咁，我會同你講撳計數機咯。撳計數機，哦 ，OK。咁你話唔係喎？撳計數機，譬如sin60度嗰個數難數嚟嘅喎，但係老師叫我哋寫個 short form 喎，咁點算啊？好簡單啫嘛，其實計數機係咪你手邊啊？有。麻煩你撳一撳sin 六十度，零點幾。好，唔該你二次方咗佢，0.75分數。3/4 咁但係其實我哋係將一個爛數 square 就會係 3/4，咁所以原先嗰個爛數咪就係3/4嘅 square root 咯。係。咁咪即係開方3/2咯。OK。得唔得？係。撳多一個俾我睇 ，tangent 60。爛數。square 咗佢 ，square 咗佢，3/3。咁所以 tangent 六十度咪開方3咯。O K。使乜計啫？唔係使乜記啫？唔使記嘅。呢度有九個格仔，呢度有九個格仔，其中有幾個咧？一撳機你都講咗幾多嘅？譬如 sin 30度係0.5，即係1/2。cosine 60度亦都係0.5，即係1/2。O K。係啊係啊係。tangent 45度係一。OK， 係啊係啊，我啱啱寫過三個，你唔會走去 square 噶，唔使 square 啦，0.5咪即係1/2咯，一咪即係一咯，嚇，其餘嗰六個空格，其餘嗰六個空格啦，有兩個我啱啱已經同你做咗噶啦，其實你會發覺咧，其實 cosine 30度同 sin 60度係一樣嘅，好，嗯。麻煩你撳 size 45度俾我睇一睇。0.5。咩啊？你係咪已經 square 咗啦？係啊係啊。嗱，你 square 咗0.5啊嘛，咁所以 size 45度咪一 over 開方2咯。嗯。你撳埋 cosine 45咧，你發覺答案同頭先嗰個答案係一樣嘅。係 ，OK。最後 tangent 30度，係喎係喎，幾多？嗯 ，tangent 30度，
one over three square 完之後 one over three 啊嘛，咁所以咪 square 前咪一 over 開方三咯。OK。咁所以呢九個格，原來我哋可以用計數機撳曬出嚟嘅。嗯。如果係爛數，你 square 咗佢咪得咯？係。你 square 咗佢，必定係靚數。但你記住，你要寫一個係 square 前嗰、那個，所以我哋加翻個開方根俾佢。明唔明白？好。咁所以係咯，唔使乜記啫。OK。第四題，第四題，講下到啦，啊，佢又衰衰咁，個圖裏邊冇啲數字俾你啦 ，C A B， 好，喺我呢個四十五度喎，其實呢個四十五度咧係有玄機嘅，嗯，有咩玄機咧 ？OK， 你話俾我聽，三圖裏邊三角形 A C M。三角形 ACM 其實是一個乜嘢種類的三角形？直角啦。直角啦，仲有咧？嗯，仲有咧？不是很看得出，它當然是直角三角形，是但是呢，這個直角三角形呢，它有一隻角是45度，有一隻角是90度，那所以第三隻呢，哇，好不像畫到，真的不好意思了。點？佢有一隻係九十度，有一隻四十五度，咁第三隻咧都係四十五。係，佢都係四十五。咁所以你可唔可以再講俾我聽？呢、這個三角形係一個乜嘢三角？耶！佢係直角等腰三角形。但係點解覺得好似呢啲嘢好似我冇乜點學過咁嘅？你試下咧，即係抄下你本書嗰啲圖，你會發覺咧，原來咧有好幾題個圖裏邊都係有四十五度喺度嘅。個意思圖裏邊咧係有好多好多時係有直角等腰三角形喺度嘅。佢真係冇提我哋嘅，其實佢真係冇提我哋嘅。OK， 而如果是啊，咁其實你第四題嘅右手邊個三角形咧，其實可以點叻啊？你可以咧，佢全長 AB 係240啊嘛。如果我叻個 CM 做 X， 咁 BM 咪240-X 咯。嗯，明唔明点解？OK 嘅。吓，因为直角等腰啊嘛，咁所以 AM 咪等于 CM 咯。咁我当呢两条都系叫 X， 咁所以剩翻第三条，即系 BM 啦，咪240-X 咯。系啊。咁所以就會寫得出我下面手畫嗰個三角形嘅一啲邊長關係。OK。而你係咯，你寫嘅嘢完全正確噶啦。係啊，呢題都係問阿爸。嗯，正常啊。係咯，呢個係真係正常嘅。正常即係。即係正常係要問爹哋嘅。嚇！哦，好好好。啊，即係呢一條唔算太容易。好 ，OK。係因為咧，我見到你哋即係你話你哋 Form Two 嘅呢一課咧，係要學 identities 嚇。咁、
咁所以你哋呢你嗰套書咧，你個出版社咧，其實係有一部分咧係中三嘅嘢嚟嘅。O、okay. K. 譬如頭先你講咧，你要背嗰三個 special angles 嘅 cycle side tangent， 其實好多出版社係中三嘅。好。係咯，同埋你要記啲 alternatives 啦，亦都係中三嘅。咁所以我就會俾一啲第四題呢一隻咧，其實都係中三嘅題目嚟嘅。而你本書應該係會有類似嘅題目。嗯、OK， 好啦。Okay. 嗯，之後就係尋日嘅功課。尋日嘅咧，知唔知點解我俾一紮呢啲你做？当功课咯，咁唔系当，佢真系功课嚟嘅，真系同你玩咩？系因为你上次 quiz， 你上次 quiz 咧错好多系呢一啲，吓？系啊，你上次 quiz 好多系错 shape 嘅化简啊嘛，有啲系啊。但我想问咧，嗱，我想问啊，呢度有啲问下老豆嘅，嗯，例如第四题啦。第四題，我估係啦。唔係喎，第四題我自己計嘅喎。真係㗎？但係你跳咗步驟嘅。因為我要其他步驟寫落算草紙度。OK。因為好快細。咁邊幾 part 係問爹哋嘅？開頭咧就因為我依家就冇乜點計，所以啲位就唔記得咗。咁我大概一二題問咗咯。哦，即係頭一兩題。系，即系问一问有冇啲咩？我咁我就记得点做。O K， 即系本身另外你系有算草纸嘅。系啊。嗯。O K， 你等等先啊。O K， 如果我话第一题你嘅答案同其他。嗰六題嘅寫法有少少唔同，我唔係講數字啦，數字梗係唔同啦。OK， 係下低嗰個我好似冇約到翻三。你咁你可唔可以再講一講第一題可能有一個咩好啲嘅寫法？开方21再加开方15 over 3，开方21加开方15 over 3，冇错啦。如果你真系咁，因为我哋写呢个写翻咗，唔知好似个感觉好似仲有，好似又唔够约简嘅，我问老豆。哦 ，OK， 因为你嘅感觉系，呢个写法啲数细啲，呢个写法啲数大啲。咁好似係咪呢個會好啲啊？呢、這個可能會冇咁啱咁嘅意思。嚇！其實我哋嘅重點咧，唔緊要。其實我哋嘅重點係盡量唔想分母有開方根。嚇、啊！哦，好。嚇、啊！分母 denominator， 我哋盡量唔想去有開方根。嚇、啊。O、okay. K。好嗱，咁唔緊要啊。其實就首先第一題啱啦。第二题啱啦，你中间跳咗少少步骤啦，系咪？系，一定系。啊，咁不过有一题系错嘅。啊？有一题错咗。吓，似乎第三题。第三題你嘅步驟跳得好誇張添，其實就係噶，係噶。你直頭令我會有個諗法啊，其實你係咪用 photo map 咧？咁不過我信你冇嘅。好，你第三題點解你等先啊？係咯，我喺上面成咗個開封十五咁咯。第三題點解你唔用翻第一題嘅做法嘅？咦，是喎，哼，即是應該我這個忘記改，所以搞到這樣。即是其實呢，你既然你有第一題一個這麼好的做法了，
同埋咧，你個答案係錯㗎，因為其實咧個 numerator 個 numerator 即係個分子啊，計出嚟負數嚟嘅應該。咦？先我而家計多次先。你試下睇一睇。应该系开方二减开方七 over 五，开方五。系啦，啊，唔系，要再乘多？应该要。系，即系只不过我哋第一步应该系做到呢一个嘅。跟住就系、是，唔系，跟住系咪可以再约多次啊？系咪叫系，约咧？即系上下乘开方五啦。系，等先。我唔知啊，计到我计到你红色嗰度啦，净系，即系最跟尾住嘅呢之一后我步，再整一个，其实 OK 噶啦，呢不步过 OK 再噶。计一个，我觉得，我再计一个好怪就叫开方五再括号开方开方二减二开减方开方七。over 五哦，嗱，其实你写呢个都 OK，不过咧，最终答案应该我呢一个噶。原因系因为个题目叫我哋 simplify，哦，而你写嗰个咧，其实系未 simplify 嘅嗰一步。人哋叫我哋 simplify 喎，點解你未乘開晒嘅？咁就冇咁好噶啦。O.K. OK，嗱你第四題係咪自己做？第四題你話係自己做噶嘛？係咪系啊。？OK，第四題你係啱嘅嚇，咁不過係跳啲步驟啦，可能你寫咗喺個 draft 上面啦。OK，第五題係問 Daddy 嘅。第五题，我记得第五题我自己做。Good，好，唔緊要，係啦，冇問題，啱啊，非常好，做得好好，做得好好，第六題冇問題，唔問你係咪自己做啦，好，第七題唔使咁做，你成即係其實嗱，你個答案應該啱㗎，咁不過當然就跳咗好多步驟啦，係咪？即係都可以嘅，你咁做都可以嘅。咁不過你睇唔睇到其實係呢一個嚟噶？第七題嘅題目熟唔熟口面啊？系好熟口面真系，熟口面佢係咩嚟噶？叫做咩嗰啲叫，叫。即系好似 factorization 咁。你哋未会用佢嚟做 factorization，你哋纯粹会用佢嚟做 expand。合格，类似系嗰啲啦。difference of two squares。OK。difference of two squares。咁所以后边就会系二嘅二次方减 root 三嘅二次方。答案同你一樣啦。咁你就可能話咁好似我仲寫得簡單啲喎，即係你個寫法。咁啊，因為你跳步驟啊嘛。不過你個答案啱嘅。咁唔好理你有幾多係問爹哋啦。咁起碼你寫出嚟嘅OK 嘅寫得幾好。好，功課講晒。我想问咧，咁嗰个二嗰个开方二次方再减开方三二次方嘅，再 over 嗰个 root 三点跳去二 over root 三？二 over root 三，咦？二次方减开方三，二次方系几多？四减三咯。
係係係。最減三咪一咯。OK。嚇，咁之後咪上下乘開方三咯。哦，得，我明啊，嚇明，OK，好嗱，你等陣先啊。好，我哋仲有半個鐘，你有冇啲咩想同你做或者講？即係特別想同你做或者講？可能都系温翻之前啲题目咁样样咯，同个 UT 做准备。好嗱，你今次考 UT 咧，你唔系考晒由学期头去到而家呢一刻噶嘛？你系考三科。但系可能会中间夹杂少少啲 identity，所以咁样会好啲咯。OK，你啱个三科系边三科啊？你搵翻俾我睇一睇。你系咪要我影相啊？好，你将嗰三科嘅 cover 摊开少少，因为你有一科唔系考晒噶嘛，我想睇下你考到边。好，等阵啊吓。好。